主席，各位同仁，我请苏院长。苏院长，请。所以长，而且这顶一届我咧接顺的时阵，我有带你提起过我对这边特别医生的一个看法，我就是感觉讲，防疫工作做得不错啦，但是医生变了袂使接受，你有记得安尼袂？委员多谢，你真济肯定啦，不过你对有算长期作济关心，所以你有你的看法，我认为对委员的指教，印象较深。虽然吼，一个月了后，我徛在台顶，对这件代志，我要重新搁带你做一个结算。我感觉防疫工作赶快做了袂歹。但是医生的编列，我想等一下要跟你好好探讨。好，在我特别医生的当中，我所提起的四大要点，就是我对这边特别医生所抱着心早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常在讲，防疫第一，要优先动之；第二是善尽职责，要为民把关。第三是要协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第四我要捍卫预算的制度跟编审的精神，这大概就是我特别医生来头底所提起的四大重点。当然，在这个四大重点的当中，有真侪人会担心，讲啊，到底安尼影响到防疫工作未？到底整个医生在过程中，那假设严审的时阵，是不是咱对行政院要做的工作会造成耽误？院长，我必须要在这里讲一句话啦。在灾害准备金的准备，包括第二备金的准备，包括咱灾害防治法授权给你以缓济急，包括在特别条例第十一条所讲的。医生没通过进程，是同意你行政院长对防疫工作会使直接核准的。我想这部分就是要让你做院长有法度将防疫工作做好，嘛袂使去影响到整个防疫的进行啦吼。我想到这为止，我认为我们希望他防疫第一优先动之，在我的观念上，基于这个原则。我感觉绝对无影响，这段中间你嘛做了袂歹啦吼，这第一点。感谢感谢。第二，我现在特别讲的，就是爱对于经济部长做一个肯定。你所提出来叫做防疫千亿呀，千亿的防疫计划，但是伫经济部长我伫。接顺的当中，包括医生心态的当中，我常讲一句，你过去伫开会当中讲，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的磐石啦，所以咱一定要好好帮忙伊渡过难关。但是你一千亿要做这工课，拄啊经济部长伫答询的当中，大本事讲，绝对专看专用，绝对无留用，提阿弟啊，所以。一千亿，咱对中小信保基金的捐助一百亿，会当比一千亿的保证，这个部分啊，会当肯定落去无跳票啦。这嘛是中本色伫这个集选的当中一再坚持，是安怎？不管如何，总以这特别医生来头底，一定袂使跨部会，甚至袂使。留用20%以上，甚至3%的医生，袂使再继续留入。这是我伫医生心扎所一再坚持的目的，就是希望咱真正当帮忙中小企业渡过这個难关啦，吼！一定要六同意啦，吼！委员是安尼啦，吼！咱国家预算制度啊，预算落来规定，就拢爱照科目、照项目安尼来进行。啊，委员徛伫民意机关。为人民看好
人民的荷包，这正确。啊，不过咱都知影法律有原则，都有例外。啊，所以想大概有预算法，啊，得过来特别条例，就是这个特别时间、特别代志。啊，所以特别条例内面才会嘛是故意通过讲啊。有的排除预算法啊，第几条、第几条的规定，这拢是照步来啦。你对，无唔对啦，这都是重点。排除预算法62条、63条，牵涉的问题是，咱变成伫跨部会会当留用一啦，伫留用的百分比会使超过20%去啦。立法院审查通过，若有删除，还是有删减的啦。恁我有缘会当排除继续流入啦。伊种牵涉的是宪法里面第70条的问题，就是讲行立法院对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案是不得有增加支出的提议啦。今仔日假设咱若假设伫立法院审查定案删除还是删减的物件。有缘会当排除62条、63条，变成会当继续留用，甚至留用得比原来较济的话，拄啊含宪法70条有所出入啦。这是我感觉第一应该爱去坚持的原则。第二，我感觉讲伫跨部会的留用当中，是历有史以来所有的不管是医生。中医生、特别医生、对外医生，将来唔捌有人有跨部会，这是医生内头底，就是机关别、机关别甲机关别之间，你预算怎么去运用，我们可以排除，但是不可能跨部会，这是医生两个真重要的精神甲原则。啊，是我今仔日要同你讲，是安怎我有主张这4点，我认为在不妨碍、也不影响防疫工作的经营下。我支持你，但是我希望你应该爱对百姓的花钱、人民的荷包，咱好好来台运用的，真正会当帮忙咱渡过难关，嘛帮忙中小企业渡过这难关，真重要一个关键，要兼顾，这是我的原则。吼、哦，今仔日我必须要来讲，我刚刚我特别把这个看板写出来，我的四大主张。到3月24日，伊讲啊，你的效率袂歹，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伫3月24日，你所公布的，就是咱这边的特别医生，你以反制止、甲动用基金等等的方式，你都抽400亿出来，拄啊比1000亿的防疫的预算。你有4大目标，这4大目标啊，吼。4大目标，第一，顾家庭，免得让你家庭啊，你税金袂使慢慢啊缴，这个压岁钱、电话钱、等等，拢有咱考虑在内，包括房贷会当延6个月，等等啦吼，让这个人，让咱的家庭内头底真正会当度过这个难关。第二，你讲。爱护弱势，互老人家囡仔3个月、1个月1500块分领。第三点，你停企业，你讲1000亿的防疫贷款，都包括中央银行2000亿，都包括航空业500亿。吼、哦，你伫遮搭讲啊真清楚，要安怎来停企业？这嘛是含中间含本息拄啊讲的。我坚持爱帮忙中小企业躲过这难关，这个就是你第三点，挺企业。第四点，你讲的就是顾产业嘛。这个顾产业的当中，吼、哦，无薪假要安怎来变通？然后咱的水电要安怎来减免？哎、欸，院长，那照我今仔日我的坦诚讲一句话，1个月的时间，你会当将整个1000亿的特别医生。用这简单的4大重点来带咱的立法院，带咱的乡亲讲，那这点我感觉你做了袂歹。我今仔日徛在
这这阵的当中，我感觉一个月当中，你会当将整个一千亿，用四大重点来打乡亲报告、打立法院报告，你行政伊要做啥物代志？要安怎过咱的家庭？要安怎挺咱的企业？要让咱的弱势要安怎过生活？让咱的产业安怎维持？院长，我徛咧今仔日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角度，顶一届我来讲，那你可能对顶一届的预算你袂当接受啦。但是今仔日你若提出这个四个重点，你有来乡亲讲，你嘛来乡亲讲，我一千亿要安怎做？要安怎照顾你？要安怎帮忙咱的产业加咱的企业？那假设是安尼的话，徛咧。本色的立场，我爱对你表示肯定。哦、但是回到倒来讲，这四大重点，你所表达的接近懒人包啦，但是又把你的核心、你的目标讲得很清楚，这是让咱的乡亲可以当简单来了解。但是我倒来讲的是，动车时，我伫遐咧坚持讲，这预算稍简单。应该袂使六百个，干那五亿，你就要等讲安尼，就要遵守。我嘛同你讲安尼啊，但是今仔日你若是假设有将这个四大主轴讲清楚的话，我相信我对你预算的编列，我会更加来收听，更加同你支持。可是顶一遍，咱这个部分做了较无够，吼、哦，你说这是我。真坦诚讲一句话啦，该同你讲的我绝对讲。八届、七届的立法委员，不管做执政的、做在调、做在野，对医生，我翁同金该讲的一定讲，该肯定的我一定肯定。今仔日你若像安尼台湾讲，医生要补助的对象、要补助的金额、要补助的形式，包括伊的办法，清清楚楚。今天有什么好争议的？这就是今仔日我感觉讲行政院长一个月时间，我感觉你有将立法委员的声音、甲外界的声音，你有听落？你也见机立即马上修正讲，咱要安怎来让咱的乡亲了解政府对这边的工作，咱要安怎来做？恁寄来的税金，我会安怎来你利用？这是好事情，希望将来我们立法院跟行政院。就是这样，要良性的互动，彼此的激励，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了。哦，院长，谢谢翁委员很多的肯定跟鼓励，也表示支持，这一点非常感谢。因为翁委员对我有很多过奖，我很感谢。不过能够这么快做得这么完整出来，是蔡总统领导有方，然后我们的团队真的很强，大家。很快的速度，这都不分日夜，而且礼拜六、礼拜天，大家都整个做出来，也请委员都支持。你加认真，我来个保证嘛，加认真啦。哇，做搞，啊加认真啦，那是做搞。这个行政团队他们都非常强，而且很专业又很认真。但是我今日要接顺，我哪会带你读一个啦？你的物件，保证的物件，到农委会主委的物件，我哪有带你读啦？谢谢。我对经济部所提出来的一点建议，就是刚才讲他的一千亿的纾困方案来，那个中小企业信保的那个一千亿的当中，我刚才一个建议就是旧有的贷款呐、要展延的部分呐、当然你是不是拢展延的，要一路减免利息，我唔知啦，但是伫我的立场上，若假设无牵涉到，还要再爱到迄个减免利息啦，就1.06啦、1.095啦、2.，假设不牵涉到利息补贴的部分，旧的贷款，我顶一遍，包括伫金管会我来讲，迄个公听会的时候我拢讲，旧有的贷款咱袂当人疏散啦。要紧速的让他们继续，会当继续来生存，免去人耽误着啦。不料，你就我甲委员报告，
委员咧关心的，就是中小企业这个时阵上需要政府甲听，啊，所以你期待讲望雨天疏散，我甲你报告，阮昨甲公证会咧检讨，咱有一个行业吼，旅宿业哦，啊，伫咱屏东哦，啊，到尾啊，伊是咱伫地方的农会信用部借钱，啊，要来享受地利，啊，煞变财政部无。变即个利息个补贴，我讲真简单，即拢中小企业，即我经济部来个听，安尼尔安尼。像即个阮伫迄个一个专案小组遐，就是咧定企业个功能个即个协调会，个安尼个处理掉啊。我听，是，我就是希望你安尼做啦，尽即离职嘛，马上解决百姓个困难嘛。对，吼，对，这点也是我一再讲个，大家拢咧艰苦，既然对咱个。哦，在家庭的贷款，啥物货，咱都拢有分六个月宽限期。起码对旧的贷款，咱当然希望可以到明年年底，可以有休困喘气的机会啦。莫因为安尼就卡不离过啦，吼、哦。这我再除了几家大力强调，希望你继续做好好。好、哦，好，你请下。好、哦，再来请陈主委。再来，我伫经济委员，我们请那个农委会陈主委，伫农委会。在质询的当中，我提起过五个案件。第一个案件就是讲，要享受补助跟纾困的厂商，不能有哄抬物价或者囤积积蓄，或者是亏短公粮的经营。加上啊，这绝对不能严，绝对要严办，绝对不能准他吼。这大概这是一个大原则。但是我也有提起讲吼。对于农业的贷款，就是旧有的灾害贷款，是不是让咱继续延续和免息一年呐、啊？第二，对于小地主、大佃农或者大专业农，啊，甲青农，咱要咱照顾，因为这些人拢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做工作，这边一定有受到伤害。这个部分，咱是不是旧有的贷款，我来当比较？迄受灾的这些农民、农渔民，我要继续分一档的时间来谈免息啦，吼、哦。这大概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有关着渔民出海掠上来鱼啊，甲这段中间出去遭受的冲击，咱是不是对这渔船啊用油的补贴，会当做一个考量来谈补助到？用什么？什么方式？我上次跟你们陈副主任讲，一个共同想的一个办法，因为这牵涉到 WTO 跟吼吼这个 SCM 迄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当一个等于含你参详研究啦？我希望讲陈主任，你今仔日是不是你六家你会当来做一个答复？是啦，委员报告，你谈到三个建议吼，拢综合第一，因为进前和风台受损害。的农民有申请贷款的部分，阮为后个月四月中开始全部同款一年免利息。我想这就是伫这个时阵，让因搁较好过吼。昨天晚上公布了，对不对？是啦，所以委员，感谢你啦。我来，我在来追踪你们的进度。这昨天晚上公布的7点钟公布的。这就是应六讲的吼，伫这个时阵，阮就是爱紧来做，唔是讲安尼了。特别报告，顶礼拜四央行理事会降一码。也政策利率贷款的时阵，我同步宣布，伫昨所有的17万的农民贷款的利息，全部比照降一码，这是额外搁增加，这是第二点报告。第三，你谈到关心的所有的少年家青农，还是小大，全部拢符合这道的纾困的对象。那委员报告，我即马已经超过89件的纾困，包括新贷、旧贷。免利率一年的已经有89件，我们每天都依照院长的要求来申请了，甲核准，绝对拢一礼拜来完成。哦，我想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就是委员你讲的，其实吼，按农产品伫这个时阵，农民会使扮演上好的角色，按会提供全国所有消费者因为防疫需要的农产品，但是介绍拢足维持一个介好的水准，就是唔是讲未去。来让消费者负担，但是搁要让农民赚钱。我即马就按照这个原则来做。渔业用油的部分，啊，委员报告吼，啊，卖用渔业用油啦，
你也用迄个用药的补贴吼，你嘛是专家，因为 WTO 内底吼，伊是计算伫安尼迄个爱消减的迄个 MSF。那个我知道，所以是解释讲吼，比照去年院长有叫阮讲吼，迄阵伊也休困，吼，因为你可能即马较无当去作业的时阵，阮的小鱼的奖励金吼来加码，即、這个加码的时阵其实就会使补偿伊即个损失的部分，即可能。才符合 WTO 的规定啦，好不？阮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办理，可能比原来企业用的补贴搁较好。我没有否定你的意思啦，吼。但是有当时啊，今仔院长，我有听要听院长的意思。假设今仔日，那假设对企业用油，会当予市民感觉讲啊，这个下去了，当然长期来讲，对你来讲，我们牵涉到 WTO 的问题，但即阵啊。如何在这个当中关键的时刻，那假设会当用直接来补贴的，我想感受会比较深啦，吼。院长，这点我希望你会当做点考虑啦。因为委员，咱拢来自基层啦，啊，农业官咱拢了解，尤其我屏东迄渔港，个渔民愈侪啦。正话，渔民都怨叹中央政府有一寡做法，但是你来看，这段时间以来。咱对渔民的照顾，对渔民需要的困难的解决，是大家用尽心力。所以这摆也足支持蔡总统。啊，但是有一寡做法咱来注意，因为 WTO 世界组织在甲你注意，你可用这个方法，伊就当在。我敢无讲叫你爱用这个做法？你就我讲你去变通。啊对咯，叫变通会当来补贴嘛。主委讲的就是变通啦，啊、意思讲。你唔通创迄落去，予国际甲你掠着，啊，到时见一个较大啦。伊嘛做真侪呢，你唔通看无做呢？是我袂使人讲一下安尼尔咧。伊个主意足内行个啦。感谢委员。咱伊就讲伊顾着农民，我嘛听咧，我也是一样啦。哎呀，迄个院长，委员，你等于咧考虑看卖啊。委员，渔民的困难，啊，希望实际上得到咱绝对要向这个方向做，但唔能做个。去，和国际讲，哎，你这委婉的比较，都唔通啊，没啦，你的损失就大。那个都不会啦，吼、哦。对啦，啊，那子吼，你回去，你都含陈主委都研究一下，反正再研究一下。好、哦，院长吼、哦，我今日安尼来看，我把整个咱这个特别预算跟防疫的这个条例，我做一个整个 review， 我感觉讲吼，我该。在讲说啊，对一国偌济，几条，来帮忙这边的防疫工作啦，吼、哦！世界各国大家拢讲好，阮偌济，咱拢伫在搭讲，阮600亿加400亿、1000亿，因人哦，我是感觉讲，咱应该要修正之类啦。我觉得我们不是1000亿哦。院长，如果讲1000亿，我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世界各国所有的纾困方案，欸、那郑主任，你可以请回，所有的纾困方案其实也是安怎，拢是咧纾困嘛。但是实际上，咱的特别预算1000亿以外，其实咱中央银行的2000亿，中小信保基金你讲的1000亿保，哦，过来航空事业的500亿。包括台商回流的很多也跟这个牵扯上关系啦。我感觉其实咱投这边医生不是1000亿啦，其实也可以讲近兆言啦。哦，这是我感觉讲，院长你对我，你应该爱对我讲一个，袂使让外界感觉讲，中央政府在讲1000亿在停这边的话，不是这样子。因为所有的纾困，其实我们没有算在特别预算里面，那用补贴嘛，用纾困嘛，用保证嘛，对不？其实。我们的金额远超过1000亿，甚至可以说几千亿，将近上兆了。诶，委员，你是来内行，还够认真啦。唔免讲别行，就跟他讲，这个1000亿啦。啊，中央银行佫宣布了2000亿，安尼就3000亿。对啊。佮其他咱的，加达多哩省呀，真济是来讲政府拢摕出来，而且即卖拢立竿见影，即个产业拢提高，所以。足紧的啦，即话咱哦，真正足有心啊，搁足感谢咱立法院足紧支持，所以即话之所以咱民众会当有感觉到防疫和国际肯定，即摆纾困嘛要予大家有感觉，啊若做无到，委员都知道，
做生意在做啦。我好，我在讲，所以对外讲不能讲一千亿做这工课，咱政府投入的几啊千亿甚至上上吊。但是我要今日要来建议的是一点，我昨天在国花，就是我们国花基金里面咨询的时候，我提起，对于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对于中央银行，对于航空的五百亿，吼，一直到我们台商的这些回流的五千亿，但是我感觉国花基金里面今天也应该要投入我们的所谓的整个防疫纾困的工作，这是我要来建议的，就是讲间隔包括我们的荣信保，大家都进来参与纾困的工作，但是足可惜的，国花基金我觉得应该也比照中央银行，因为我爱站出来，好，我们国花基金也愿意来配合整个纾困的贷款，我来提供中央银行两千亿来帮忙这边大家做伙来挺下企业，刚好我们落掉了国花基金，所以我特别答陈主委讲讲，你应该答，你就建议一个，你我来参加了，安尼好不好？啊，你好，注意，给你报告一下。谢谢委员，昨天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有给我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议，那我们现在正在研议当中，比较成熟的时候再跟院长做报告。我来讲哦，你听啊。我来讲，俺绝对对的啦！你达讲的，咱我规亿的、规条的在停这边的防疫呀，哦，欸、是外口有在讲的一千亿啦。委、啊、员、哦，其实哦，国安会不止这个功能的，你也唔知啊。包括前回咱 SARS 的时，因为经济停滞，以至于公共支出缩短有啦慢去，所以伫 GDP 的时阵哦，伫这部分较可惜。但这摆，咱有。减回到假期，咱这摆伫这个公共支出加码、加快、扩大，所以这个工作就是咱开粮仓嘛，陈主委定调的。啊，即摆挂起来嘛，吼，经济挂起来。不止咯，提前、提早、佮加大。对。啊，所以你免讲啥，我记一个咧，就讲咱即讲儿童学校，按到有诶所在。咱要讲要远距教学、云端学习，啊，咱真侪过去想要甲这个偏远学校，要来改善因的视听材料设备，咱就借机会，有那个拜托教育部，有那个加码，所以就这种种，咱国发会进鼓励，啊，佮公共工程会设立奖励金。或者赶紧，希望这回公共支出加快、加大、加码。好，我就谢谢院长哈。但是我多来讲，你们难袂去接你呢。建完来投入呢，纾困的部分他们也要投入了哈。陈主委做搞会啦。好，院长哦。哈。最后，我是在间隔一这边这一次的防疫工作，我做这一些建议了哈。我最后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大南方大发展的部分哦。当然，你的家己你有提起三点，吼、哦，应该你也在这边没关系啦。你有提起三点，一个就是故宫嘛，一个是马祖工业区，一个是布袋的水产的加工嘛，吼、哦。但是对本身来讲，我感觉嘉义县市事实上这三个，就故宫迄拢已经拢早就有啊啦，包括马祖工业区也差不多拢开发啦。我其实我对于整个大南方说，当然你还没有把条例提出来，但是我现在要讲，嘉义县上上欠的，是国家级的工业区，或者是科学园区啦。所以顶一届，沈部长来讲，讲我们有产业园区，从彰化以南，每一个县市有200，这个当然我接受，但是地方政府的开发到。今仔日我感觉伫嘉义县区云嘉的部分，伫西部走廊里面，刚好如果你能够在云嘉这个地方用一个中科的云嘉基地，和西部走廊整个都可以串联起来，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建议。希望讲你的大南方大发展计划里头底，会当再一次考虑嘉义将来未来工业的发展，要安怎好它整个西部走廊完全串联起来。这是我对你今天的一个建议啦，好。啊，委员，足多谢，因为来自南部，啊，其实我搁入南部啦，吼。啊，咱就是看到过去，咱有在万丹宫重北轻南，蔡总统经过四年拍拼，要连任时，甲
国民同胞报告讲，以后大南方大发展有这个构想，同时整合相关部会、相关计划，包括增加、加强的国民，啊，这规个盘整，这甚至将来规个更加完整，会当规套啊，甲国人同胞做报告，这一种啊，其实有真多嘛，拢在做啊啦。哎，哎，去后边要修正的时候，你带我讲来考虑的啦吼、啊。最后一点吼，你台糖的当中，最近当然有一挂争执，就是平地森林要来撤掉。好，谢谢翁委员。